新鲜里面发现没有，从这个大树看，这里有一颗鸡啊，跟我来看看过来，这个鸡看过来看过来，我这边的鸡你看到没有，我这边的鸡有线连了，看到没有，有线连了，这个字呢两个线连之后又开始了，上面又生了字呢，对不对，好像就是这两个人的结合，下面的又繁衍了后代，哎呀，这大榕树真的就是爱情的象征啊，所以说很多人都到这里来许愿啊，挂的你看挂的红丝带啊，两个人啊，这个我再给你看一遍啊，这个小的红树生了一个枝，从这边过来，从这里来过来，你就过来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和这个大的连接起来了，这里就应了那句话，在天愿做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，你看看哦，在阳朔那个刘三姐的那个大榕树不也就差不多这么大，可能大一点的，但是这两棵大榕树更有象征爱情的意义，对不对，你看看啊，这里有个这大榕树，这剩下的根看看树上掉下来，这种树上开不是的，应该剩个根啊，从这里剩到了地上，看到没有，这剩在地上了，哎，还是地上，这我就弄不清楚了，是不是还是地上长了一颗，到了上面去跟那个结合了呢？我想应该是上面长下来的，这样一个枝啊，一个根，一个根。这个这意思就是这个男的大榕树和女的大榕树也结合之后，你看见没有啊？他们繁衍了后代了。有后代了，对吧，这又繁衍了后代，哎，好，看见没有，这个后代而且很茂密嘞，很茂盛啊，开枝散叶，这就是我们说的开枝散叶，好嘞，我再到远一点的去看看这个大榕树的，我现在找到一个制高点，就是这里有座桥，等一下我到桥上来看看这个大榕树，好，这一座桥不是我刚才看到那一座桥了啊，刚才看到的桥在那边呢，现在这边的这边，现在反过来看这个大榕树，看到没有啊，这个大榕树有多大，这个树冠相当大了啊，这个树冠像你看有50米的树冠的宽，哎，你看这个大榕树底下可以有很多凳子椅子，好的，现在刚刚我们看了这个大榕树的这个树冠，现在我们看看大榕树的年龄啊，这个是102年，这里是04年立的，102年那就是115岁了，这个男的大榕树啊，管他呢，我还是称，因为还是拟人化嘛，称为男的女的嘛。
千声荡悠悠，唯美的坐船头。